来给你看这里了啊，这里哦。刚才在电话里面说好了，那告诉你们。是我啊。那上来吧啊。好。说好了啊。好好。那就进里面吧啊。进里面吧。是啊。慢点的。好。来，这边。慢点来，老板啊，我们就在这里了啊，这里哦，是啊，哎，啊，老板啊，哎呀，刚才慢慢来说，王维博有没有跟你说过我的情况啊？说过了，说过了，是啊，那你觉得我怎么样啊？还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是啊，可以就好啊，我们聊得挺来的，哦，这样子啊，我觉得你蛮漂亮的啊，跟那个王维博说的一样啊。一般般呢。嗯，没想到，哎、那么年轻又漂亮啊！哎呀，你也长得挺帅的，我就喜欢你这种类型。这样子啊？对呀、啊。哎呀，喜欢了就好啊！那你说啊，我这个条件不是很好的不？不过我现在是养猪的啊。没关系啦，只要我们两个人，哎呀，努力共同努力，会有好的未来的。哦，不过也是啊。是啊。以前呢、啊，那个王维博跟我介绍了几个啊，都嫌我养猪了，有那个一身的猪屎味啊，所以说一个都看不上我。养猪也挺好啊，我家也养有猪啊。哦，是啊，不过我跟你说啊，今年的猪价，猪肉已经涨价了。对啊，过不了我们就到，如果你跟到我啊，到时候我也可以在市里面买房买车了啊。还可以啊。可以啊。在农村挺好的，干嘛要去城市呢？农村。哎，这个风景好啊，是不是？是啊，风景又好，那个空气又好。是啊。嗯，哎，没想到你那么善解人意。如果你这个想法就对了啊，在城市里面呢、啊，乌烟瘴气的，很难受的啊。哎、对啊。不过到时候如果你跟我结婚了，没事。你说在哪里就哪里啊？对啊，在农村的山清水秀，挺好的。啊，也是啊。是啊。哎，美女啊。我们也谈了那么多了，既然你要愿意跟我了，是不是？愿意啊。那就这样吧，我们先去镇上喝杯奶茶，喝了奶茶我们吃个饭，吃个饭我们再看一场电影，怎么样？可以啊。可以啊，那走吧啊。就袋子都不要了，慢点啊。美女。看看你带的身份证了没有啊？哎呀，身份证了，我带哦。那你带了没有？那个我也忘记带了。要不先去你家拿了，等下再去我家拿。那好啊，现在我就看看你要身份证了嘛，是不是？是啊。如果带晚的话，我们就不回来了啊。啊，可以。啊、那上车吧啊。慢点啊。啊，知道了啊。说好了啊。啊。